网易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e 赵让，欢迎收看娱乐新鲜派，解锁我和你的无限可能。这首歌曲是一首有神秘色彩，然后一首比较偏性感，有男性荷尔蒙的一首歌。这个歌是因为就是有音乐节，所以才会有想要写它的契机。首先当时想着现场效果要好，所以选了一个编曲比较强烈比较燥的，然后就是男孩子嘛都会比较想表达态度，所以就选了这么一个风格。神奇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很嗨，然后觉得一个人想把台子撑满还是需要技巧。上台时候会紧张吗？就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小技巧？多喝水。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情歌，特别喜欢周兴哲老师那种风格的那种歌，我个人是比较想出的，但是就是看后面在意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，但是当然歌嘛，前提还是要帅，还是得有质量。对，学到了很多那些能用到的一些技巧吧，反正就是学会了很多一开始拍戏之前都不懂的东西。因为我会什么都会问嘛，有一次我就想说，因为那个镜头会有大有小，有一次换了一个特别大的，我就问我们那个女主姐姐，我就问，哎，这个叫什么呀？当时那边刚好过来一个阿拉斯加狗，她就说叫阿拉斯加。我就一直管那个镜头叫阿拉斯加，叫了半天，最后才知道原来不是了，搞了一个误会。我一直以为哦，原来这个镜头就叫阿拉斯加，我说还有这么特别的名字吗？其实主要就是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没怎么叛逆，所以才想去演一下。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愿望，但是有很多就是意料之外的都实现了。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与人沟通。三个 flag， 首先我希望自己的单曲能够有好的反响，以后还能发更多的歌吧。疫情原因就是少了一场演唱会嘛，然后希望明年的时候能够多开一些演唱会，不用开线上，可以和大家在线下见面的那种演唱会。压力，我的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可能会比较多，外界其实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。我会去筛选，因为我也有我自己在意的一些东西，如果他们刚好说到了我在意的那个点，那我可能会去看一下，他说的要是有道理我会听取，说的也就是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我就不会去看。就是我觉得一个人适当安静思考一下是最好的排解。舞蹈对我而言意味着初心，然后也是意味着一个心理支柱。我觉得好久之前就想要去学编曲，但是真的好难啊。之前尝试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太难了，然后又因为后面还有别的很多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就暂时搁置了。肩负的责任很重，身兼重任的感觉，就是我能给他们带来能量就好，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看一下我，如果他们能感到哦有能量或者怎么样就 OK 了，或者哎呀在很丧或者很颓废的时候看一下，能让自己打起重新有那种想要努力的那些劲儿。如果选择和对那一位成员演对手戏，最想和谁搭戏，为什么？和对那一位成员演对手戏，想一想，只能选一个，选很多个也可以。其实我觉得跟他们演对手戏吧都还好，都会蛮有意思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之间都很熟。假如一觉醒来和绵绵呼唤的身体，你会想要做什么？完了呀。我就想赶紧从他的笼子里出去。vlog 什么时候更新？接下来还要想拍一些主题的 vlog。 不一定，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想做的事儿，想拍的东西都跟姚晨一块去了，然后他就顺手拍了，就我们两个都一块拍了。那晚安曲的话还会不会更新呢？会的。家乡的景点有广州塔，然后广州还有什么呢？反正都很不错。广州人会上广州塔吗？其实不会，我唯一去的一次还是特意去的那种。我之前不喜欢吃，但是后来发现一场美味的蒸
真香的食物呢？香菇，但是也没有到真香了，只是发现哎呀能接受原来。喜不喜欢玩雪？今年冬天想不想堆雪人或者玩滑雪？滑雪的话其实还蛮想的，堆雪人的话主要是太冷了，手很冷，过了那个阶段了，感觉以前也堆过太多了。冬天的早晨是不是起床困难户呢？会怎样从温暖的被窝里快速爬出来？我的话还好，起床都不怎么难，我都是有一个方法吧，但是可能就只是适用于我自己，我就会心里给自己数三个数，三二一，父母一下就赶紧起来，就直接让自己再回不去就行了，再回不去就行了。凭着刚起来一直骑着床。对。粉丝好奇的是为什么喜欢冰淇淋就饭吃，在冬天的时候也会吃吗？冰淇淋就饭吃，就我可能光吃饭我会觉得有点平淡，可能会有点干吧，我就会想加一个冰淇淋进来，甜甜的。那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？香草。那分享一下最近最喜欢的早安单曲和晚安单曲吧。早安单曲和晚安单曲就是都听我的新歌就行了。那还能不能分享一件最近最开心的事情？最近最开心的事就是发了单曲。希望你现场再跳一次 Let Me Love You。 好。妈太喜呵呵，起床了，早餐给你做好了。请分别用东北话、粤语和韩文对粉丝告白。第一个东北话吧，大妹的我心爱你。第二个是广东话，我中意你。第三个是韩文，擦汤给。嗯，可爱，有梗，温柔，A few minutes later， 可爱，有梗，温柔，善良，好，只解放了一个好，对，好，自感回家。